是我会甲我下载这什么影片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别替你办代志，顶架头派人命，搁伊领神经病证书，结果你即马要甲我创空？你是好话未啊？我唔是应该肯定五派股份留互你做股东啊？今日阁无够，做人差不多就好，莫想过小摊啊。我想讲，你若遐大方，一口气就给我半成的股份。原来你根本无想要给我，只是为一个大饼搞成，想要给我看会着，吃袂着。我真正看无你是闹啥呢？即摆拢还搁伫咧买地阶段，饼都还袂做好，你就着急要吃。你若搁乱，我就全部拢收收转来。我你回去吃自己哦。你总算说出心里话啊！你想要把一切都收回去，含我这条命，你也想要做个收回去对不？阿条万，我就算要死，也袂叫你做伙啊！出去！你要出去！杜万亮，你是创啥？你竟然走来房间打人！陆家峰，安怎？来维护你的情人吧。啊，不过你即马甲吴金玉已经离婚啦呢，你爸给你嘛无效啊。搁再讲，万一吴金玉若知影当初巧，陶坤啊，你再来混搭吵吵闹闹，都真讲你的命给我受气，我嘛是真当风话，你莫想过白吧。安怎？会听哦，你想要请我吃咖啡饭，我一定先请你吃鸡啦。杜光亮，你卖两只管鬼狗，我袂呛声，帮着惊你。你海西安吉这条虾，当初进过，你绝对向你讨。你想要找台西安吉的证据啊？好啊，你若是找到证据，那你就知影证据后边有搁较侪内幕。人民官家小哥伫遐有白背啊，伊讲的拢是废话。对啦，啊，恁两个哪会来？甲金玉办完离婚了，伊的囡仔袂记咧提啊。我甲吴兴华提倒转来，所以甲伊讲几句话，较关心一下。原来是安尼啊！阿姨甲素媛两个哦，去参加一个厂商的珠宝展示安尼啦，靠我家转来。我想，因阿转来了，应该真忝。我看，恁也是两天就过来啦。难道两个人跟我说到三江，把杜光亮赶走？万一杜坤啊、嘉文也叫陆家峰讲一寡不应该讲的话，安尼唔就害啊？免啦，我甲杜坤啊，也阁有一寡代志要讲，伊唔敢对我安怎啦？佮安怎讲哦？伊以后嘛是要靠我食穿，家己一般我也是拢无伴，对伊嘛无甚物好处。好啦，那安尼我就先离开。杜光亮，你想要陪平安安呢？卖枉找到你害死安姐证据，啊那无，我绝对让你好看。较省力的啦，卖个呛声，迄对我无效。呛声若是会死，恁爸死一万八千届啊啦！
你有听到无？罗安杰的代志若是瘪空，含你啊，准备做伙包起来。你无插手，你只是主使者尔。莫在这胡白讲话，奇怪呢。这五年前的代志，你即马再来跟我回家要怎啊？你录我的影片，想要摕来威胁我？你即马搁甲我定亲啊？什么影片啊？你是来唔认的？你伫叫我去藏罪？迄当时你会甲影片夺来？那是成功未来的倒一天，你要叫我家己担？我无，我是做什么呀？这件代志，敢那有你，也阁有我知影。含我保外就义逃走出来这件代志，我的客家许世伟都唔知影。你讲唔是你，我是鬼哦！你真正是讲袂出声呢？我无做什么呀？当年你有帮忙，我敢无甲你回报？我帮你顺利摕到精英医美，即卖又搁予你五百公顿的股份，你搁想要安怎？卖规工咧受工受胖，是够，我总收回来。我就知影，你就是含我的命拢要做伙收回来。这些物件，滚！滚！确定计划坏了？不要紧啊。汽车103的 AI 发的影片，有慢条款杜光亮相加，安尼就能证明当年伊两个确实有交集。当年安琪的死，慢条款记两分啊！阿林静，别袂记，我有陈忠信。当年陈忠信除了甲永信集团抢走以外，一定阁做什么代志？我相信杜光亮真紧就去找伊。给他加出来，摸不着。这只小鸟鼠，一只一只拢用独立生出来，这只拢走袂去。因命来准算啦，等你家继续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走来跟我讲这的话，都是为着要偷偷听，要找证据。你有暗，无你目睭是看着鬼哦。对我入来到今嘛，你是倒一支目睭看着我有时间到窃听器啊？难道是你家己啊？当初我伫上水的时阵，你会搞弄影，所以你会当家己厝的放窃听器，这嘛是真正常的。哼，无怪啊，无怪拄只伫讲话的时阵，你拢唔敢讲着重点。你若是惊录音，你录着家己。我伫厝内底，是要藏什么窃听器啊？根本都是你藏的。即马去，我发现啦，都要杀对我遮来心。你莫伫遐做鬼的，骂人是作妖啦！你上敖毋？莫讲罗安杰，我台死的代志啊！我看当初罗家峰要跟吴金玉的车祸，也是你误会着无？难道今嘛你认吴金玉做客查某囝，还佮罗家峰伫盘烂？你俩阵即嘛神也是你，鬼也是你，安尼大家就抓无你的棒哦。大官啊，你辛辛苦苦做遐尼侪代志，我甲好处拢分予你，报答你，啊你们好好过日子。出半暝啊，食死鸡咧反正，走来才跟我火。你到底是有啥物毛病啊？五百元无够，
安尼啦。我得阁找一寡其他的工程，互你摕好处，安尼好无？太平饭无要食，得干一定要食卡尾饭啊！你即马变，胃量愈来愈大呢。你是我来找你的时阵，你看我的眼神，未输要甲我拆一个落腹，靠袂着摕一支刀甲剁互死共款。后来吴金玉甲罗家凤一搞，你另外一支手的附近水就摕起来，伫遐加自卑，嘴的讲的好听拢感谢，啊，不过你心肝内应该是足想要爱我的命的嘛。这个先讲话伤超过，我也无怪你啊，啊唔知。你拢要算数，要扣分心。太细，我这个人啊，袂扣分。恁爸拢直接来的啦，无参像你这款阴险小人，伫咧别人的面头前用嘴讲，拢是甲人画大饼。啊，不过伫咧背后，你拢随时要搞袂掉。你的疑心爸这么重，我真正甲你讲袂对呢。你若要继续伫只甲我过，你最好是想好清楚，家己有几流动，是毋是要甲我讲好破，大家拢卖食。我敢袂惊你这个双面刀鬼啊！你有啥物步数，我拢知知的啦。伫别人的面头前，你著好怒好过；，啊，毋过伫卡床后，你著歹心暗怒。当年的天霸大诶！就是安尼，让你出卖害死的了安。你莫想讲船过水五分，咱两个人就较早，就不是兄弟啊。你雄雄走来讲要替我保外就医，我就感觉你这人存的不是什么好意。所以当初你叫我抬罗安琪的时阵，我拢有留底。兄弟，你不是又讲什么唱水的影片？敢是你家己留底留甲袂记啊？那你伊个头壳哦，确实是有这可能啊！哼，要留一个底敢足困难的。当初的警察、律师，也是医护人员，我只要人甲找找，死到你就加嘴变哑嘴啊！果然啊，可怜果安怎变，敢那一几步尔。我若是会乎你留底，我就对你说。独棍啊，你这五年来是拢在困，这么久的代志，我早都已经拢处理掉啊。你靠今仔才想要提这个威胁我，你啊，困不困？卖喊面啦！按条款，所以你真正对开始，你拢家己找拢设计好，要甲所有的代志拢塞来我头壳顶。好，安尼今仔日我来甲你做回事。我真正无啥物点出来的。有这有诶无诶，甲阮兜用垃圾去啊！这个客厅是阮无用心布置诶，我咧是伫遮，算是你好无？即摆就甲我死出去，以后我饲你食啥，你都乖乖啊食，当然做独棍啊！都应该整理土内底，卖规工想要爬出来。啊，若无，那去互你头拍掉，真紧都会无命。